杨迪是雕塑本雕了，真的有种原舞台重现的感觉。从舞台一开始的灯光，到雕塑的还原，再到舞台的表现，是有无感的那种感觉的。刘维是很有实力的，除了服装和妆容神还原之外，在唱跳的方面也是很接近了。在看刘维跳的时候，一度以为这就是王一博，但是有些地方刘维是比王一博骚的，没有王一博的动作那么干净和帅气，但是能跳成这个样子已经很好了，这也证明刘维模仿得很成功。想要再看一遍正版的经典舞台也是很优秀的了。本来以为这个节目搞笑的成分多一些，但这一次的模仿是很认真的，很用心。夸，不知道你们在看完刘维和杨迪模仿的王一博的无感舞台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经过岁月沉淀过的他，越来越美，越来越有魅力，一直在努力，从未放弃过。欢迎留言评论。